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菩萨大德，大家好。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做佛学问答。那么信徒啊，说呢，请师父解释一下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赞佛偈啊，就是我们网课的时候啊，常常在诵念的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啊，这是我们网课的时候啊，常常诵念的这个赞佛偈。那么关于这个偈呢啊的这个解释啊，学人啊本身有在佛学里面任教，那么在编课程的时候也都会啊去找寻相关的一些的资料。那么我在啊做讲解的时候也会有引用啊古时候的大德，或者是现今的一些的啊出家法师啊，或者是大德所啊解释的。那我觉得啊他们解释的啊非常好，我也会作为引用啊。那么个人呢啊，现在还是凡夫的阶段，还在学习啊，谈不到自己自信的一种的流露啊，所以啊我所做的这些的佛学问答的这些的解释呢啊，也都有引用经典，或者是啊祖师大德，或者是现代的法师啊，或者是居士大德啊所解释的来作为讲解。那么在解释这个赞佛偈呢啊，我个人啊所这个阅读的啊这个大德所解释的当中呢啊，我觉得啊在屏东啊这个普门寺的这个慧信老法师啊，他现在已经舍报往生，那么他住世的时候啊曾讲解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赞佛偈啊，我觉得他老人家解释的非常的好，那么我就引用啊我们老法师啊他所解释的来作为讲解。那么这个偈颂呢啊是这个宋朝的这个泽英法师啊，泽英法师呢他所造的这个偈颂啊，造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赞阿弥陀佛的偈颂啊。那么能明白呀、啊、这个偈颂呢啊，那么在课诵的时候，唱诵这个赞佛偈的时候，我们先了解这个赞佛偈的一个意义，然后依文呢、啊、来起观啊，知道阿弥陀佛因地的这个四十八大愿呢、啊、果地之九品呢、啊、这个接引，那么也可助啊帮助我们增长这个道心啊，我们的这个敬业啊也能够早日啊啊成就。那么现在啊就来解释这个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那么先总赞啊这个阿弥陀佛报身啊相好庄严啊。那么这个出自呢这个观无量寿经啊，
那么在《观经》里面啊，就有讲到说呢，阿弥陀佛身相光明啊，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啊。好，那么光明灿烂的这个缘故啊，相好光明啊，无人能及啊，所以叫做无等伦呐。那么这个没法相等呢，无可比喻所以第一句呢就赞阿弥陀佛身金色，他的身是金色的。那么这个相好啊，它的光明呢，没有办法去相比的。那么佛佛道同啊，论这个正理啊，所证的这个理，诸佛所证得的这种所谓的菩提涅槃，都是相同的没有这个高下之分呐。那么论这个度众生，则因每一尊佛啊，在因地里面所发的这个愿，那么所行所修啊，而有所不同。如这个药师佛，他因地呢发了12大愿呐，令众生啊消灾延寿。那么地藏菩萨呢他就发呢这个众生啊度尽方正菩提呀，地狱未空誓不成佛。那么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就发愿，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誓愿成佛度众生。那么阿弥陀佛呢他的愿呢，就以这个净土来摄受十方念佛的这些众生。那么净土之境界呢，报身之相好，都庄严呐，至极呀。那个庄严呢，是非常的这个清净庄严呐，无与伦比呀。所以说。相好光明无等伦。那么在观经里面呢又说呢，阿弥陀佛有84000相，然后呢一一相好各有84000随行好，那么一一好中富有84000的这个光明，那么一一光明呢又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的众生，摄取不舍。那么这个相呢较为这个显著，那么好呢较为维系，但是这个相呢就有84000它的相有84000相。那么这个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思议能及阿弥陀佛的这个境界，不管是他的相好，或者是呢极乐世界他的清净庄严，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不思议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去理解的。我们凡夫现在都是一种意识的一种的心态，我们所能够见的也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意识里面能够想得到的或者是我们的六根对的六尘的境界所能够看得到的接触得到的。那么诸佛菩萨的这种境界，尤其阿弥陀佛的这种净土的境界这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是能够所能够去领悟去了解的。那么
这个阿弥陀佛呢，哦，他这些的境界呢，哦，他的身相一以光明呢，啊，都摄受护持十方念佛的众生啊，那么是增长善根道业，不会暂时舍离呀，啊。啊，阿弥陀佛的这个光啊，摄受的十方的这些念佛众生啊，摄取不舍啊，只要你称颂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圣号，你就得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摄受，它的光明摄受啊。那么阿弥陀佛之护念呢，啊，这个度生之善巧，并相好光明呢，啊，最为第一啊。那么因为呢，以清净的这种佛土啊，来啊这个接引众生啊，那么较为殊胜的这个缘故啊。那么若论这个法身的话呢，啊，则诸佛平等不二啊。那么这是约这个报身啊，还有这个应身呢，则有这个差别啊。刚刚有讲到呢，啊，诸佛在因地里面行菩萨道啊，都有各发的这个愿。那么阿弥陀佛呢，在因地里面呢，啊，就是发了四十八大愿啊，愿愿呢都要啊这个啊度呢十方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尤其他的相好光明呢，能够摄受十方念佛的这个众生啊。好，那么接下来啊，这个偈颂里面啊，白好婉转勿须弥啊，甘沐澄清四大海。那么在这个八万四千相好中啊，举出两种啊，说明阿弥陀佛相好光明的这个情形。那么第一种啊，就是啊，他的眉间白毫相啊，眉间的这个白毫相啊。那么佛像的这个双眉中啊，啊，它的中间里面啊，镶有这个宝珠啊。我们在大殿里面啊，大雄宝殿里面，或者是西方三圣殿里面啊，看到啊有佛的啊这个啊在两眉的中间所镶的这个宝珠哈，啊，那么以此来代表佛的这个白毫相。那么我们释迦牟尼佛啊降生的时候，眉间呢，啊，白毫拉直就有一丈五这么长啊，这是以我们汉传啊经典的一个记载。那么成佛后啊，他的有丈六长，成了佛了之后呢，他的这个眉间呢啊，这个白毫相呢有一丈六，那么拉出来有一丈六，收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一圆珠啊。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白毫呢啊，就是白色而透明的这个毫毛，那么能够显现出啊佛从这个出发心，那么历经呢 啊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修行呢，啊，直到成佛，那么自行化他的一种的情形啊，就像啊这个放映啊这个电影一样啊，幕幕在前。那么阿弥陀佛啊，这个出生净土，佛身高大，毫毛啊可绕啊这个须弥山五匝啊，这个须弥山呢 啊这个新欢译的啊祖师大德啊
所翻译呢的这个须弥啊，印度文又称叫做苏弥卢，那么翻成我们中文的话呢叫做妙高。那么在古印度的时候啊，印度人印度的文化里面呢啊，就认为世界中心有这个须弥山。那么这个须弥山呢是四宝啊所成，从这个海平面呢算起，高呢有84000由旬。那么这个由旬呢啊，它是印度啊计算这个里数的一个单位啊，分为大中小三种啊。那么大由旬有80华里啊，那么这个中由旬有60华里，小由旬呢有40华里。那么这个白毫啊，能绕五匝的这个须弥山，哦，那个长度啊，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啊，哦，那么这个是呢，显示呢这个白毫像的这个殊胜啊。那么为什么特别赞叹这个白毫像呢？啊，这个因为呢，啊，第一种叫做对面就看得见，啊，对着佛的时候就看得到啊佛的这个白毫像，啊，有这样的殊胜。那么第二种的殊胜呢，能显示啊佛无量劫啊修行及度化众生事啊。啊，我有32相80随行好、啊、那么其中的白毫像就是32相之一相、啊、那么来显示啊佛无量劫修行及度化众生事。那么第三种的殊胜呢，表这个佛啊这个福德啊无穷无尽。在这个《观佛三昧经》里面呢、啊，就讲到说呢，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们留一分白毫像的这个功德，啊，供这个末法，啊，这个出家的弟子受用不尽，啊，也就是说，佛陀以这个白毫像的一根毫毛的功德。来啊，供养护持所有的出家修行弟子，只要呢如法的出家修行的话，都可以受用佛陀一根这个白毫像的这个功德。我的恩师呢，上广下化老和尚，他住世的时候，他对佛呢言教啊，是非常的深信。那么出了家了之后呢，啊，对这个戒法，啊，就相当的严持，啊，那么。老和尚呢，他持戒啊非常的精严，他深信呢只要如法的修行的话呢，必定能够啊受用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根白毫像的这样的功德的这个护持。老人家他曾经啊讲到他在办学的过程当中啊都没有米粮的，那么老人家呢对这个三宝呢是非常的有信心啊，
他没有米粮的时候呢，就会到韦陀菩萨面前呐、去向韦陀菩萨禀告。哎，就是很奇怪的因缘，就这个有信徒啊，就来护持，让这个修行人呐、不缺道粮，所以由这个《观佛三昧经》里面所提到佛陀以一根白毫像的功德来护持末法出家修行的弟子所以我们只要如法的修行的话，必定会有龙天来护持的，不用担心会饿死的。这是第三种表，佛的福德无穷无尽。那么第四种的这个殊胜呢，就讲到说，虽占这个白毫像啊，但以包括占一切像的这个功德的因呢这个八万四千的这个像好的这个庄严呢皆在白毫像中显现出来啊。那么一像具足无量相的这个缘故所以以这个白毫婉转五须弥来赞叹阿弥陀佛的报身的这个殊胜。接下来甘木澄清四大海，阿弥陀佛他的身相有多高大呢？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就讲到说呢，六十万亿哪有他，恒河沙有寻。阿弥陀佛的身相有六十亿万亿哪有他，恒河沙有寻。这凡夫的意识都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么就如同蚂蚁没有办法去测试我们人多么高大所以用佛眼来显这个佛身之高大。那么我们净土宗的这个初祖慧眼大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生三睹圣相，就是我们慧眼大师呢，他一辈子的修行有三次看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圣相。那么最后他在往生之前的时候亲见阿弥陀佛他周遍虚空极高极大无穷无尽佛身巍巍这个见这个眼便知他们眼睛甘木澄清四大海那么这个就可以了解佛的这个身相有多么的这个高大再讲到这个甘木，甘木就是指身清色，那么澄清的话呢就是澄净清澈这个是指我们眼白的部分呢澄清如四大的海水。那么眼睛闭起来呢想想看这个佛身有多么的高大。那么有人就替佛忧愁说，那么十方念佛众生这么多，
假使有很多人呢同时往生，阿弥陀佛又如何来接引呢？啊，那么不用啊杞人忧天呐、啊，啊，后面啊的偈颂就会有讲到，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讲解到此，啊，祝大家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阿弥陀佛。